真正的英雄是不会伤害别人的，而是为了理想可以不怕被伤害。不要离开我，就关闭华小，这下就要关闭。Why worry about the school being shut down？ 把华校给解决掉，开始行动。原来你就是幕后大帮凶。That's right. Today is a very special day， 因为来了新的老师，请给我老师拍掌。今天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开始。你们都有学过汉语拼音吗？老师，我要学习。给我一包冰冻的咖啡。你要喝冰吗？这位小姐，我们沟通一下好吗？你想跟我啊？人家是良家妇女来的。哎，混蛋！我个巴孙子来给你钱，快点！两个礼拜，学校的学生一定会超过20人的。